什么是输，什么是赢，袂沾拼一定输定。什么是有，什么是命，打拼草头啊也会出名。暂时的成功免大声，也不知输赢。金色的爱情也会孤人听，阿免悲伤，阿免着惊，最后才知输赢。什么是输，什么是赢，要沾拼一定输定。什么是有，什么是命，打拼草头啊也会出名。暂时的成功免大声，也不知输赢。金色的爱情也会孤人听，阿免悲伤，阿免着惊，最后才知输赢。暂时的成功免大声，也不知输赢。金色的爱情也会孤人行，阿免悲伤，阿免着惊，最后才知输赢。各位亲爱的阿宏无所不谈，阿咱这朋友观众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如果加咱这个阿宏无所不谈这个节目，咱这节目是每礼拜一、拜三、拜五，下晡是两点加四点，伊阮由小弟阿宏成坤，加咱朋友观众。共同来关心国家事、社会事，以及到教育等等啦吼。来，咱看今日这则新闻啦吼。那么我前一回，我就讲啊，好戏还搁咧后边咧啦吼。这个江苏立山了后，民进党团拒绝啊来见这个江奎咧，你甲看对不对啦？我有准啊，无准哦。所以嘛，再讲哦，咱国家哦，无可能会平顺啦。哦，哪里个哦，绝对一定爱钱，哦，绝对一定爱钱，无可能会好啦。所以咱台湾这个国家就是安尼先，哦，乱啊。乱无啊多，吼、哦。那么行政院长江宜桦前一天，吼、哦，来弹出愿意拜会在野党领袖，短短无到24小时，吼、哦，无到一天你甲看，吼、哦。那么民进党主席苏贞昌昨
灾气随即主动地点江宜华啦吼。那么江苏两个人热线十五分钟久了后，嘛继续啊甲马英九吼，啊甲这个蔡英文啊，伫个2010年4月，伫个这个算讲一发吼啊，那么辩论以来啦。朝野领袖伫个非选举期间展开活动，那么郑议长嘛公开肯定在野党善意的这个回应啦，并形容江苏立山市朝野理性沟通的这个第一步。啊，当那有这个第一步，这是新春以来的吼，啊，都确算讲执政党的。吼、哦，要讨好在野党，当然的时阵呢，提出这个要甲在野党的这个领袖来座谈，对不对？谈起国家一挂这个事情啊，因为之前咱所知影，这个苏贞昌，伊就讲马英九，你爱召开这个国事会议嘛，那么国民党当然无愿意啊，对不对？吼、哦，是安奈无愿意，就是想想的。当然，那安尼先，你想啦，在野党的这个要求，伊国民党敢有法度让，予在野党的满足的这个要求嘛？无可能嘛！那无可能，到尾安怎嘛是僵局嘛？对不对？吼、哦，嘛是不欢而散啊！你想，所以我之前我都讲过，无可能啦，咱调野无可能，来妥协啦，家己的利益啦。拢安尼啦，哦，那么就伫个江苏电话热线了后，哦，那么我拄仔在讲，伊苏贞昌甲江宜桦行政院长即个电话了后，当然伊所有一定会甲即个党团的讲啊，哦，啊讲的时阵呢，你啊看我有讲叫伊先甲恁拜会哦，我看恁安怎安尼。所以嘛，使讲吼，这种的吼，政治吼，交心斗角，哦，交心斗角。所以我看咱台湾，我看真正看袂做的吼，无可能会好啦，嘿，无可能会好。所以要安怎，就是各党都提手，加上讲夺个手段，啊，佫看谁赢都安都好啊，是毋是啊？上败啊，都是安尼先啊，是毋是啊？国家都是安尼先啊。所以吼，我看看。这个就是安那，逐天拢安尼新闻安尼吵来吵去安尼，敢有法度？无法度啦。哦，那么就在江苏电话热线了后，行政院长江宜桦今日随即展开国会沟通的这个行程啦，但是被民进党团以感受无够，诚意决绝拒绝啦。你个想？你想啊？啊？什么都感受无够，啊！伊同款啊，伊就讲过去的代志啊。你想有法度无？绝对无法度啦！我之前我都讲过啦。我咱来看，看后边看，啊，看好戏啊，对不对啦？那么伊只表示啦，下礼拜刚移花赴立法院会备询的时阵就会见面。我听你迄就是啊。迄就是公事的啊，哪有啥物沟通的嘛，对不对？就你来我往嘛，是不是？就甲你定嘛，是不是？这是安尼先安尼嘛，哦。那么，请伊好好啊准备就是啊啦，准备啥？准备的时阵，互人定啦，就是安尼先安尼，对不对啦？哦。那么行政院长长，那么主动说明，苏贞昌早起10:20致电江宜桦。两个人相谈15分钟，那么说除了向这个江宜桦拜年啊，嘛这个祭祀的时阵呢，新内阁今年大家平均哦，薪资成长的这个超过3，失业率哦低4，啊加经济成长率超过5，的这个施政目标了啊。那么行政院发言人
电话门专属，那么电话联系过程啦。江宜桦马向苏贞昌解释，台湾社会啊，甲政局长期处于对抗的这个算讲态势，那么这对国家进步发展是一大这个阻碍啦。严重影响国家法案啊，甲政策推动，期望期盼就对啦，那么调压政党，卖搁再对立啊，甲对抗无可能的代志啦，那么你是经由，那么这个诚恳沟通啊，甲理性对话，使得民主文化会当搁较成熟啦，这也是多数民众伊的这个期待嘛，那么江宜桦认为讲，民主文化会当有所啊来转变啦，这需要诚恳沟通啊，甲理性的这个对话，这嘛是台湾民主政治发展非常重要的这个一步啦。苏贞昌表示，静冈。行政院长办公室来电，民进党联系，到了昨早起，伊就拍电话啊，甲江宜桦啊讨论相关伊的这个事宜啦。这拢是咧谈，这拢是咧谈。那么伊讲，对居民这个代志，伊先甲这个祝福啦，希望对方伊会当任重道远，毕竟我做过行政院长，那么知影这个工作是真艰辛啦，嘛无简单，那么苏贞昌强调，行政院是对立法院的这个负责，那么既然立法院院会期间即将要开始。那么国民两党对于真侪法案，预算，亲像核四啦、年金改革啦、反媒体垄断等等，拢有无同款的这个立场，所以对方应该都甲民进党党团总召、书记长以及到干事长来沟通啦。苏贞昌讲，那么国会阿要甲这个立院阿来沟通，你唔是甲政党主席啦，所以见面无必要，遐尼啊急，那么蔡英文就表示，朝野伫重大政策上有相当大个这个差距，如果会像那江宜桦。要拜会在野党，却无调整态度啊，甲立场，那么见面只是形式啦。当然，这个蔡英文伊伫个讲就是讲，这个调整态度啦。那么态度你要安怎讲？人新任的这个行政院长江宜桦，人伊都主动啊，是毋是安尼？就电话互。民进党党主席这个苏贞昌啊，那安尼态度敢袂歹？他是不是安尼先？所以我阿你讲啊，这种啊拢是伫阿人内面咧捡看骨头无啦，就是拢安尼啊。那么但是尤锡坤是正面态度，而且强调啦，既然马总统对召开国事会议无兴趣。那么至少和新国，也就是国会，伊会当拜会伫个在野党主席，那么相信民进党那会当开阔形象啦，那么而且工会嘛愿尊重在野在野的这个主张，那么这调压啊个调压这个覆盖对人民是真好，而且讲这个代志啦。我是感觉讲有些困难呢，讲安尼就较平和啊。
哦，讲安尼就较平了。但是诶，阵啊，有可能啊，即个愿意，吼，啊，即个工会愿意，来，假算讲，照即个财压洞诶，即个主张嘛，对不对？大家搁讲迄个啦，吼，大家搁讲迄个。所以我拄仔咧讲就是讲利益，吼，我正经咧嘛讲利益为先啦，无影讲人民为先啦，拢是政党为。利益为先的啦，啊，所以我拄仔伫咧讲啊，伊讲爱听人民的声音嘛，啊，人民的声音是多位啊，人民的声音，大家都人民的声音啦，你甲讲改革啊，各方拢不满意啦，对唔对啦？有多一方满意无？无啊，那是满意的拢是安怎？拢是一挂讲啊，先属属性啦，吼、哦，啊好啦，无就看因安怎啦。那这就是啊，这种的声音呢，就是上界平和的啦。啊，那无嘞，剩的哪有可能？你甲看，对不对？伊政府的这个公务人员啊，伊嘛是孙子那在呛声啊，你甲想啊，对不对？有多一方有愿意讲我要吃几外斤？有无啦？我问你有无啦？所以咱即卖社会就是教育，甲大家拢有伊的这个权利啦，对不对？大家权利，咱不要睡着啦，爱相处啊，啊，就是安尼先。政府教育就是安尼先嘛，是不是安尼先？哦，这是。那么江苏立山了后，哦，啊，这个民进党团骨折，哈哈，你甲看，我咧讲的。无唔对嘛，啊！你甲看，长久以来就是安尼生嘛，是不是安尼？我来休困一下啦吼，咱稍等下，啊，再搁等下嘿。来，阿黄的心声继续，哦。船小雨阵阵落，阿甲身躯澹透透，看故乡的一片山坡，也是要落雨。这款的凄惨日子，叫伊怎样度？去故乡，无论怎样艰苦也甘愿。故乡的爸爸，故乡的妈妈，不知有惊无？阵阵看，可以感觉心也寒。伊故乡在对面山坡，目睭紧紧看。黄昏时，日头渐渐对落山两边。等待月娘出来的时候，就要来问伊，故乡的爸爸，故乡的妈妈，不知有惊无？小雨阵阵落，阿
甲身躯冻薄薄，看故乡的一片山坡也是要落雨，这款的凄惨日子叫伊怎样过？回去故乡无论怎样艰苦也甘愿，故乡的爸爸，故乡的妈妈，不知有勇气无？甲我两人到底啥关系？
介绍你是我小妹，不敢讲坦白。虽然是一直暗藏，心情感觉真难过。因为我惦在孤单，最需要是我的。人若知我有女儿，下头又吃多，恐惊可悲。秋天的落花，名声飘飘对落地。造成无聊的命运，满面的胭脂嘴唇，打扮当青春。上舞台表演歌唱，引人袂分笑纹纹。因为我惦在歌坛，靠艺术赚钱无惊来，相依为命，落苦无疑论，哪条怨叹无情的郎君，每日心肝乱纷一唱已经十外冬，唱唱来请用女儿，不愿靠别人。孤情郎离开了后，将着爱情拢全放。因为我惦在孤单，有能力在我期待着你的坚定，相信有好梦，用心栽培女儿的清香，是我一生的愿望。后来，咱继续个转来现场吼。咱即马所进行个节目是阿宏无所不谈。咱这节目是每礼拜一、拜三、拜五，下晡是两点开始吼，啊加四点。伊原是由小弟阿宏啊成坤啊，甲咱国家主任吼。啊，共同啊来关心国家啊，这个国家事啦，吼、哦，社会事、家庭事、教育事等等啦，吼、哦。啊，你若是有意见，吼、哦，也是讲要解决一寡哦弊案啦，也是讲政府官员啦，吼、哦，也是讲这个地方的这个设施啦，吼、哦，头工减料啦，来，咱本节目。现场电话台北0229777138，现场电话台北0229777138。来，做你家利用过来啦吼。那么，咱讲
长吼，哇啊，这个工课吼，生意啊，那么热线电话号，这个民进党党主席苏贞昌，冲、嗯，啊，结果本来是有好的开始啊，但是阿宏都伫节目中有讲。阿宏看歹，无可能吼，无可能，因为咱台湾的政治就是安尼，绝对一定爱吵吵闹闹嘛，无可能像咱外国吼、哦、啊，遮尔啊，当然有争执的所在啦，但是到尾啊拢达成，吼、哦，达成迄个算咩啊讲，无好解，但是嘛算讲。民主就是安尼是嘛，吼、哦。那么少数服从着大数，大数尊重着少数。但是咱台湾有可能无？无可能。谁那无可能？啊？谁那来无可能？真简单。那么过去因为民进党是要独立的，对不对？吼、哦，迄阵啊，几年前就舞一站啊，啊，那么舞到到尾啊，无法度独立哩，吼、哦，啊，无法度独立，伊即嘛当然啊，你啊看，民进党的，包括因的这个党员也好，包括这个前党主席贾中廷也好，那么过去大陆，是安怎？较早因是安尼，家己出去的。哦，啊，想起这共产党呢，哼，啊，伊到尾啊，你甲看，啊，家己啊，走去大陆，你甲想看卖啊，对不对？老实讲啊，你前行政院长的时阵呢，说诶，这个贾中廷，老实讲的，人若歹好过，人都甲，人的孙啊签证，人都，人个甲。打回票啊！你讲对唔对啦？是不是安尼？你著知影中共，你甲看，即卖的孙啊，微博对唔对？网络微博，你甲看，食中庭的孙啊，讲几句啊，自由啦，尔，敢若用言论安尼啦，尔，就照常甲，甲封锁掉啊啦，对唔对啦？是不是安尼？所以人因遐是这种的，这个高压的，这个政府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也是放嘛，互你过，是不是安尼？伊若无，你要哪过？你讲啦，你要哪过？你贾中廷要哪过？啊，恁这民进党的，这你要哪过啦？啊，我问你啦。啊，即嘛一个过吼，啊，转来好，我都臭蛋啦吼，伊安怎都安怎呢？我甲你讲啦，共产党。伊个即个算讲，伊个统治个，有一套啊啦。啊，若无当时国民党个那走，踮走来台湾，当然人有一套啊。所以你搁伊即套，你搁较安怎就无得人甲解开啦。啊，人伊是安那，人伊是要甲你分化。吼、哦，你即个民进党个吼，你即个伊个来分化。分化了后，你就自然就弱啊！啊，弱要安怎？到尾啊，就散去啊，是不是安尼？啊，所以我感觉有一挂咧民进党的吼，哦，踮咧遮咧台湾咧唱秋啊，你无去大陆去唱秋，是不是安尼？你大陆去唱秋，我看卖啊，马上人就甲你驱逐出境啊啦，好对不对啦？啊，你咧叫你野武勇威，你咧讲啥物民主啊？伊甲你驱逐，安尼就是民主啦。安尼听，是毋是安尼？你大家拢安尼大声小声，迄是台湾，互你会当大声小声啦，对唔对啦？因为咱台湾就确确实实，直直改，直直改，直直改，正讲有影民主自由啦。啊，你还阁未满足，是毋是安尼？啊，你阁过去的时阵呢？嘛，国民党安怎？当时若无国民党，台湾就叫大陆退去啊啦。啊，你阁点么大声声？是不是安尼？所以恁咱爱反倒转过来想一下，是不是安尼？
因为迄阵啊是时间空间，吼、伊个即个关系，啊，迄阵啊制度无法度，迄阵就乱，渐渐的乱，唔是即马言论的乱，是不是啊？你们较早社会，多一个老辈，多一个无讲较早社会好，你讲啊？啊，所以有阵啊讲无自由，无法度啊。战争时阵，你要哪自由啦？对唔对啦？换阵，互你民进党诶，即马咧坐位啦，对唔对？那咧战，你是毋是有法度人讲我自由无？啊，无你讲好啦，我不爱战啦，我自由啊，我不爱战嘛，是毋是？啊，你强迫我战，我都不爱战啊。啊，你迄阵啊变咯，你迄阵嘛是同款啊，敌情诶时阵啊，刀片都死刑嘛。是不是你也是要军法也要提出来，对不对？你每一栋都一样嘛，所以你要再想一下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个我们来看这个说大声小怪，江苏的三十五分钟嘛叫做调要活动，好、哦，所以嘛才讲，我干那看进前看迄个算讲标题，所以嘛才讲吼，有诶就是啊，即新闻啊，啊都新闻，无伊咧讲无一定对啦，吼、哦，伊咧讲无一定对。所以他听到什么声，还是伊就啊，伊就报啊，啊，伊就报啊。哦，所以嘛，才讲，咱嘛是看新闻在报啊。啊，其实咱嘛无亲身去甲了解啊，对不对？哦，啊，所以咱是看伊在报的，伊的这个状况是不是有一挂漏洞，有一挂可疑的所在无？咱我都是在了解。那么行政院发言人陈立文二十日啊，伊伫个讲，民进党主席哦苏贞昌致电行政院长江宜桦，以啊这个宪政的这个册子，行政院主要对上司立法院，那么建议先拜会党团。那么江宜桦表示。既然苏贞昌建议先拜会党团，哦，那么将精进啊，甲党团啊来联系啦，哦，那么未来嘛，希望讲会当再安排甲这个苏贞昌，哦，啊，伊要请意就对了，哦。那么苏贞昌过去担任行政院长，希望会当进行经验的这个交流啦，哦。那么江宜桦十九日拜会立法院长王金平的时阵，表示，伊会以诚恳的这个态度，真紧拜会所有在野党的这个领袖，沟通立法院新会期重要法案，以及着施政的这个重要议题啦。陈立文二十日。再去受访，伫转述，吼、哦，苏贞昌再去10:20致电江宜桦，两个人交谈大概差不多15分钟，吼、哦，这拢已经有讲过啊。苏贞昌伫电话中恭喜江宜桦啊上任安尼啦，吼、哦，并表示这个对江宜桦有真深的这个期待，吼、哦，希望江宜桦好好啊来拍拼。吼、哦，嘛肯定江宜桦啊，这个希望啊，加在野党沟通的这个态度。那么苏贞昌向江宜桦讲，伊家己过去伫个台北县长的时阵，吼、哦、啊，加行政院长林来啦，用人为才，国家用人应该无分党派。那么咱之前嘛报道过吼。哦不过，苏贞昌认为讲，依照宪政的这个体制，行政院主要对上司
立法院。那么重大的这个议案，政策主要跟立法院啊来沟通，建议江宜桦哦，那么真紧会当拜会到这个啊，算讲民进党的这个党团啊。至于甲伊的这个会面，等以后有闲的时阵，那么再个啊，啊来讲行政院长经验谈哦，伊的这个分享。江宜桦感谢苏贞昌的这个算讲期待哦，深感家己责任重大，会全力以赴了。对，江宜桦讲，有感过去吼、哦、啊，真长一段时间调解活动并无顺畅嘛，吼、哦，这咱之前有讲过吼、哦。那么应用重大法案啊，加政策的这个推动。那么，国人对政府有无同款的这个期待，也希望台湾民主文化也当改变。因此，伊才会一直强调沟通哦。那么，希望进行理性的这个对话啦，多一个无要沟通啊，不是干那你江宜桦要沟通啊呢？多一个无要沟通，因为无多人沟通嘛，问题是一只啦。我拄仔咧讲啊。大家有利的，伊才要沟通啦；无利的，就再见拜拜啊啦。甚至的时阵啊，立法院就大家对不对？比滚比舞啊哩，是不是安尼先？啊，这个都过去的，都拢看过啊。啊，搁他妈一个讲什么啊？啊！所以这种东西吼，那浪费资源呐，浪费时间呐，会使人先讲，无什么通去看嘞。你着干脆，你着若要沟通拢好来，我国民党的看你民进党的，你要安怎做，我对你安怎做，百分之百，你讲安尼，我着做安尼，对唔对啦？安尼都无拢无话，有哦，那安尼嘛是够有话，安怎讲？啊，上好是我来做啊。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我讲你做啊，不如我来做啊。伊即卖就讲安尼，对不对啦？是不是安尼？所以我跟你讲啦，啊，这个看了再看，吼、哦，没啥看了再看，吼、哦。我过去是无咧讲政治啦，我咧讲医药啦，吼、哦。但是我看这个政治，会使讲看过了十年啊，看过了十年啊，是不是安尼？我有讲过啊，我唔捌咧多一档，我唔捌咧看政见发表会，我拢唔捌。以前国民党的时候，选举，包括这个算讲党外第一政见发表会，我都唔捌去咧听，无需要听啦。讲清楚，咱安尼要咧看，是毋是安尼？咱头壳咧想，就知影讲啊要安怎啊，对唔对？咱就去听，为何好安尼？什么的时候，哦，啊，拢较早国民党的，啊，拢嘛会叫人。叫人去斗乌烟啊！阿要安怎？就是有一挂车马费啊，有一挂车马费啊，就是安尼嘛。啊，到落尾啊，民进党嘛是同款安尼啊，嘛是有车马费啊。但是无明显的车马费，就是来我游览车给你载，啊，佫给你载上来，啊，对唔对啊？啊，拢安尼生嘛，啊、嗯。所以我拢唔捌咧去，国民党也同款，民进党也同款，我唔捌咧去听，听甲一场就对，唔捌咧听啊，我那。为旁边的鬼，我就迄落，我唔捌讲李美光甲看者，啊，都是什么来啊？食点钟来，双双钟来怎？我唔捌，我唔捌，我袂甲人安尼笑，因为那个，咱讲起来错，唔是讲知识分子来讲，咱家己有读过滴，咱袂跟人安尼先，哦，啊，你去听，啊，你就相信人啊。那像这种的人，我是感觉讲，不如的时阵呢，哦。这个什么呀？啊，目睭甲提提掉，耳眼甲乌乌掉，就是安尼想呢，是不是呢？啊，家己无判断的这个能力啊，是不是？啊，你讲什么自主？什么自主？好啦，时间超过，咱就到这吼、哦，第一阶段啊，就来结束吼、哦。那么其他第二阶段吼、哦，啊就继续，再见，拜拜。